阿爸，阿爸，我哋翻嚟啦。你个宝贝哦。整鱼翅咧，首先要浸发打沙去皮，要几日成品噶。哇！浸发咗个鱼翅咧，佢就好似把扇咁打开嘅，而个形状咧保留完整咧，咁就大方美观啦。哦。汤底咧都好重要噶噃，啊，需要土鸡啦、干贝啦。火腿啊，嗱最重要噶，要用细火慢慢咁熬成五六粒钟，咁耐噶？唔系你估啊？食咗未？睇我为你哋准备咗乜嘢好料。好香啊！唉，香啊！大家睇下，呢一个就系鱼翅羹啦。人类食鱼翅嘅风气大概于19世纪中开始，由于市场需求大，导致鲨鱼被过分捕杀，所以鲨鱼先至会绝种。呢一个就系鲨鱼啊！当鲨鱼的数量越来越少的时候，就会令到海洋中的生物和其他食用鱼因为失去天敌而大幅度增加，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循环。食咗未？睇我为你哋准备咗乜嘢好料。哎，哇！哇，好香啊！哎，啊，阿轩，其实最珍贵的山珍海味都不及你哋留喺我身边陪伴我。